中国我属才区方，每个人都是天然斗，每个人都是天然斗，斗力分子，斗力派，除非他不想长大成人，不想站立起来，不想拥有自己的一片天空，自己的一区立足之地，自己的生活与未来，自己替自己拿定主意，选择自己所爱的人，所喜欢的工作，而不是时时依赖他人，由他人做主安排。像一只猫一只狗，总要被一个主人喂养使唤。每个人都是天然斗，斗力分子，斗力派，除非他不想长大成人，不想站立起来。每一个人啊，发出你的声音，举起你的手来。如果有一天你的家乡，你的城市要从中国里独立开来，现在请把选票投个台湾。所谓的祖国就在你我的脚下，事实上它早已沦陷。